清净佛净何为一，真空妙有无上道，一清天下无难事，功高我慢烦恼生，无极灭道是地法，真正宁静是涅槃，四谛十二因缘法，三无漏学皆定慧，用心力行闻思修，累积福缘与慧业，人在六道中受苦，反复轮回无明期，如是因缘如是果，日常生活正思维，罪业造业因是口，开口动舌都是业，远离虚妄不是语，却教辈子是为人，心存道念智慧生，最终目标是修行，一句息言中因果，不漏智慧舌口业，修身养心来学佛，培养耐心与耐心，心正念正见解正，不漏智慧修舍身，道业常在正道中，观住一切邪妄心，恢复清净的本性，娑婆世界好修行。正确修行菩萨道。